看到这是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本土纺织业者最近尝试转型，新增了风格概念店，要强化民众的品牌印象。我们可以看到以生产内衣居家服饰为主的台湾本土纺织业者增加了全新概念店，以温馨明亮的购物环境来吸引消费者上门，更希望能够拓展销售的通路，同时也能够提升民众的品牌印象。预计在年底之前会开2家分店，明年还要继续拓店。